非常好啊，我天天吃，我就老板。哎，当然味道好了，特别劲道，有嚼劲。可是它面很筋道。Very good 的。哎 ，No problem。南京的面分为两大流派，小煮面和老卤面，但凡事都有例外。让这家小店声名鹊起的，竟是一碗干条面。我是这个店的小老板，我姓雷，叫雷泰森。我叫刘清静，我是他的老婆。我接手这个店有十来年了吧，他一直在店里面，有二十多年了。大家比较知根知底，然后走在一起的。他也是因为貌美如花，那时候可苗条了，因面条结缘。二人因面结缘，十多年的磨合成就了现在这碗南京人爱吃的干条面。所谓干条，既不是汤面，又有别于干拌。干拌面就是一点点卤肉都没有，稠拌面怎么样？这个干条面嘛，就是还是会有点肉卤的拌的，就是大肉卤的。我们这个老城南京面吃下面的比较多，正好我们家面条有咬劲，从机器上面走多压两脚，直面更有劲道一点。其实更多的没有什么，只要用心做，没有那么神奇啊，面条哎。我们自己开面馆，我们不要用什么意思啊，我们要它那个面更有弹性，然后下到锅里立马就捞出来弄熟。南京人吃面还更在意煮面人的手艺，准确把握每一位食客的口味，完全要靠煮面师傅的功力修为。每个人同样的盐，每煮出来一碗面都是不一样的。因为那是老哥，他们看到我下面条啊，我能知道他吃辣油的多少，他吃什么面，心里都差不多呢，比我数了。雷老板的面一锅只煮一碗，大锅煮至八分熟，小锅加入配菜汤料再煮两分，俗称小煮面。干条面是个例外，小锅里只用清水，清水再过一下呢，就面条比较光滑，比较圆润，口感会更好一点。过水后的面装碗之前，要先在碗里放半勺卤料。关键是这条汤哎，精华在汤里，一般人是模仿不了。这是那个大肉的卤子，我们每天都要有八九十斤那个大肉，然后有那个排骨的卤调的。按照江湖惯例，每个老板娘都会一道独门绝技，刘晴晴也不例外。烧烤盘我负责烧，可不会。首先要把排骨用油锅一下，表面有一层那个小脆皮。炸好之后，然后就烧嘛，然后用葱、生姜在一起那个炒一下，炒出香味嘛。然后把排骨放进去，放点盐，放点糖。最关键一点，我们急速不放水，刚才就放两勺水，你看得到的。这是一天两天可以练成，能够干二十几年。十二月的南京天气已经很冷，但依然抵不过饕餮们对干条小排的热情。大肉为辣，大排干拌。小排放大肉呢？来大肠小排，给我来个同款。辣椒。小白大肠，干条要辣。一碗猪肝汤。这两碗猪肉。没有，那个办过来首选都是小白干条，剩下来就是喜欢吃什么浇头，另外再讲。南京话百厘米这个面条，好吃啊，味道很好吃，因为是吴亦凡喜欢的嘛。吃上一碗小排大肠干条，就能和明星零距离接触。原来，在面的江湖里，追星也可以那么简单。第一次来就冲着凡凡过来打卡的。大肉面条。
我们这个店基本上全都是一家人。我是老板家的表妹。我是老板小姨家的女婿。我跟老板是连襟。我是老板娘的妹妹。我是老板的表哥。那个表哥不是我哥。关系你们弄懂了没有啊？白汤重清重面一碗，红汤宽汤重面一碗，浇头过桥，来一碗卤鸭红汤清面请汤一碗。这种用行话暗语点面的城市，大概也只有苏州。在面的江湖里，苏式汤面的地位不可小视。苏州对面很讲究的，苏州的浇头一共有500多盆浇头。一般像我们苏州人，一个礼拜早上最起码4到5天早饭食面条。苏州人感觉早上一碗面，一天就正式开始了。原本以为面只是北方人的主食，不曾想却被江南这座城市做得淋漓尽致。苏州的面的话呢，面汤，然后面的本身，还有是浇头，这三个点是做得很精致的。这是松鹤楼掌门人葛浩，掌管着业内赫赫有名的松鹤面馆。松鹤楼它是先有面店，然后再有饭店。松鹤楼有记载开始到现在是257年。一家面馆竟有250多年历史，那自然也就有250多年的功力。我们用的面是比一般外面的面要更细。这个面的话呢，虽然细，但它有韧性，表面是滑的 ，Q 弹的，就是一吸下去的话，就缩一下，一个面就能缩进去的。苏州捞面有一个特有的法器——观音斗。小小的沼里口不大，有点像观音大士头上的佛节，故名观音斗。捞面过程中要配合筷子不断甩动，这个时候呢，它这个手法撩出来的面放到碗里以后成的形状，我们叫它挤一背，就是两头尖，中间叠，而且面呢是这样很干净梳理好的。看似简单的手法，却需要捞面师傅多年的功力。甩得不好会把下面的水汽带到汤里来。那像一些老面客，他的汤一闻的时候，闻到里面有那个下面水的面气的话，他会很不开心，就觉得你这个店不专业。当地人常讲看戏听腔，吃面吃汤。这碗看似清水一样的面汤，却是用老鸡、老鸭、豚骨、扇骨、鲫鱼等32种食材熬制。与吊浓白的高汤不同，苏式的面汤讲究汤要清，所以这锅食材要用小火慢慢炖，64个小时后口感鲜香浓郁，清而不浑，这才能达到苏式面汤的标准。苏式面的白汤红汤都要用它来调制。白汤呢，我们要加一点点酒酿的汁，酒酿的汁里面呢带一点甜。红汤呢，不是大家一般意义上说哦酱油汤，它是拿烧木肉的那个汤，然后呢把它再调一下，就是我们的红汤面的红汤。汤好喝，汤蛮鲜的，汤汁比较清澈，而且很鲜，嗯，挺好吃的。这个我们做适合苏州的口味吃，这个汤面呢，我们就喜欢这个味道。如果说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镇店绝技，那松鹤楼的卤鸭自是当仁不让。卤鸭的话，对于松鹤楼来说，它真的是一个代表菜，也是我们面馆的一个灵魂，因为是唯一一个拿产品做招牌的，就是松鹤楼的卤鸭面馆。烧卤鸭的师傅高进村40年前就在松鹤楼学这门手艺。当年的新鸭最好在4斤半左右，这种鸭子是最好的。红雀米呢，你要挑最好的红雀米，把它的颜色煮出来。煮出来以后放鸭子，
这样那个鸭子呢就会上色。那么下来呢就加盐、香料包、葱姜酒啊，大火先煮个20分钟左右，放冰糖。卤鸭的口感和上色要靠师傅对冰糖的把握。那么就开成小火烧个30-40分钟，做出来的鸭子你看锃亮锃亮的，樱桃色锃亮的卤鸭肉质鲜洁，淋上一勺冰糖卤鸭汁，咬在嘴里先甜后咸，也不会感到很老。到售后楼们，那个卤鸭是肯定不能不点的，肉咬在嘴里就是有水分溢出的那种感觉，绝对好的，看着就很漂亮，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甜甜的，不愧是百年老店。白汤重清重面一碗，清面紧汤一碗。宽汤是汤多一点，紧汤是汤少一点，重面青椒就是面多一点，浇头少一点。重青就是大蒜叶多一点，有的人的浇头不喜欢放在面上，放在那个碟子上，这叫过桥。所以看了蛮长时间就看不懂，还这么多讲究，还真不知道。一碗面背后还藏着这么多的讲究和学问，苏式汤面的江湖地位不是浪得虚名。来到昆山，闻名遐迩的一定是凹灶面。凹灶面，凹灶馆百年老店，慕名而来的啊！我的母亲在内湖碧泉做的伽马星座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地球人，我跟你们说。何为凹灶？有何奥妙？恐怕一般人都不知道。凹灶怎么写的？凹是奥妙的凹，灶是灶头的灶，它叫凹灶面。凹灶是，还是说是一个灶头的意思啊？凹灶是它的来历是，之前是一个阿姨她做的面条，味道很好吃，对不对？但是她店里面很脏，看上去很龌龊，就给她起张凹灶面。啊，一个传说就是乾隆到这边吃了碗面，感觉就是很好，就是问了这是什么面。随从去问的时候，跟我们可能这块昆山的那个方言啊，他解释不清楚了，也就是叫做凹灶面，就是奥妙在灶头的那个意思。名字虽凹灶，但熬汤的食材有点让人意想不到。鱼鳞是本来是没用的，也料汤。虾、蟹、鸡、大骨头、猪脚、鱼头，基本上可以保证就是不放味精都可以吃到很鲜的那种感觉。食材丰富，但要让每一种都恰到好处、各尽其味，熬制的手法也颇为讲究。像扇骨啊，要炸的；鱼头要炸的；鸡架、骨头，猪脚，这块是肯定要出水的。虾和蟹，我也都是用包装袋包起来的。虾和蟹可能会比骨头啊、鸡啊，可能就是熬制的时间会短一点，时间一长，腥味会出来，会影响那个汤的口感。像鸡骨头那块呢，我会时间长一点，这样保证汤的鲜度、浓度。融合了骨头的浓、河鲜的鲜，再经过8个多小时的熬制，一锅浓郁的凹灶面汤就此形成。但一碗地道的凹灶面，对面本身的要求也含糊不得。我们的凹灶面特点就是汤浓、面细、浇头鲜，也有我们的传统的制作工艺，比较细。细归细，但是还是要劲道，比较有嚼头的那种状态。因为面细，煮食也需要不一样的工艺。煮面的时候，我们常规是一个用活水煮面，活水就是。其实是长流水。凹灶面的面含有一定比例的碱，一锅水反复煮面会变得浑浊，长流水可以将其冲淡，让面不坨。下面过后7秒就应该出面了。当然各个师傅的手法各有不同，对面来说是汤多面少，我们要下厨去预备。昆山多河鲜，
浇头自然也是采用本地食材，诸多浇头中鲍鱼最为经典。鲍鱼的话呢，我们就是选用差不多六斤半左右的青鱼或者草鱼作为原料。做奥灶面的鱼在料理时手法也略有不同，要小心地收集鱼鳞以备熬汤之用。用斜刀开成差不多一厘米厚的大鱼片，开成片之后呢，就是用葱姜料酒盐腌制12个小时左右。然后开油锅炸成金黄色。鲍鱼炸至金黄酥脆，那要让其更加入味，还需要一锅调味卤水。就是把炸成金黄色的鱼片浸到那个汤里面，就成了就是我们叫鲍鱼的那个浇头，口感就是外酥里嫩。哎，这个是鲍鱼吗？对，这是鲍鱼。这个像鱼了。像鱼本来就是鱼啊，鲍鱼吗？不是这个鲍鱼啊。44岁的蒲建强从厨23年，有8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制作奥灶面。从学徒时候先是捞面，后半段有制作面条啊，制作浇头，很简单的一碗面。其实后面就是很大的功夫在里面，台上3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江湖中总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门派，在面的江湖里也不例外。来到常熟，羊肉面你不要错过。常熟这批很多的羊肉面，这里名气最大。我们家宝宝喜欢吃羊肉面的，他不喜欢吃肉，他就喜欢吃面。我是最好全是肉。全是肉。江苏的羊肉面分红烧羊肉面和白切羊肉面，哑巴羊庄几十年做的都是白切羊肉，选用的是本地特有的湖羊肉。挺嫩的，从小就在这里吃。它汤好喝，肉好吃的。一般外面吃羊肉的话不带羊血，他还赶紧加羊血。有的人会觉得羊膻味不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喜欢吃羊肉的人肯定是喜欢这个膻味的。我觉得膻味就是羊肉的灵魂。这碗面看似简单，但俗话说越简单的东西其实门道越深，以至于老板都不愿向外人透露自家的秘制调料，只是让我们见识了煮羊肉时的这块大石头。羊肉在石头的重压之下静煮4个小时，不仅能快速成熟，还依然保持肉质细嫩。每天都来吃的，我你看我他在这里，我不要问他，他们我知道他们吃什么。十六岁开始吃的，那个吃到现在要60年了，要70年了。我们就是认着这个店了，不认第二个店。一天都不拉下，天天来吃。这碗羊肉面好吃的出奇，上海、苏州等地的食客都会特意来到这里。但再远方的客人，只要来过，对这家店的名字就会过目不忘。因为我爸爸都听不见，他们都叫他哑巴哑巴，所以我们起名叫哑巴羊庄。我爷爷看他是个聋子，将来要生活吃饭的嘛，后来就教他慢慢的写手艺烧羊肉。哑巴羊庄，店面不大，但从王立芬的爷爷这一辈算起，也要快100年了。
当年不会说话的王丽芬父亲将一碗好面开创了出来，如今后辈们在用心的传承，他们的生活也依然在继续。我姓黄呀，黄丽芬，美丽的丽，可是不美丽。我每天喜欢哈哈笑，我觉得每天都开心。你来啦，早上你好。每天早上五点，这辆面包车都会准时接上这位老人，把他送到镇南面馆。天天就都是这样子，把面条送过来，送了有30多年了。眼前这位干净利落的阿姨，名叫韩叶芳，开创了这家镇南面馆。一口大锅里面飘着一个小锅盖，他的面就是镇江三怪之一，锅盖面。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，到我们镇江肚子很饿了，有个面馆，两个下个面包吃，那个下面的人呢，就把那个锅盖丢错了，一丢就丢了个小锅盖，下的这碗面条又香又好吃，好吃得不得了，这样就流传下来的。由于是小锅盖，多余的热气会从四周跑掉，煮出来的面筋道不粘不烂。面慕名而来，从江北的扬州来到江南的镇江，专门吃镇南面馆的锅盖面。你看我的面条长长细细的，看到了，面条跟别的面条都不同，看到了，细面就是细面，小刀面就是小刀面，都是很好的。江苏的汤面都离不开一锅汤，但锅盖面的汤实际上是配合多种香料熬制的酱油。我这个酱油是从你家太奶奶那里知道这个消息，这个是我家的祖传秘方。这个料油有十几种料的，少了不行，料它不浓。酱油烧开，加入调料后需要不停地慢慢搅拌，要把这个浓度搅了，烧开了，要小火慢炖，要慢慢的熬。观察汤的颜色、浓度、气味来调整火候和时间，这一过程无任何依据可循，全凭老板娘的经验。通过它的亮度、它的粘稠度以及它的味道，我们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它到底好了没有。它如果好了，我就得把它转移到汤里面去，来封起来。在大缸中静置，其实是一个二次发酵的过程。或许这锅汤真正的秘密就在此中。我让它再重新的再发酵一次，我再变一次味道，然后味道就对了。做了30多年的面，也熬了30多年的酱油。当韩叶芳年华老去的时候，终于有人接了他的班。因为我弄不动了。外年年大了，我做不动了，全是儿子在忙。一个人钻了一辈子的事业，到你老了就没人做了，就这么关掉了，当然会觉得很可惜。他们肯定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这个店。其实，对年轻的姬超来说，到店里帮忙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。我儿子也是考的日大呀，也是上了5年的大学，他本来招日院的，两个之后。他选择我妈妈还是会老，两个证明啊还是做不动的时候，我还是要回来维持这个店。既然能选择，那我还是做一下我觉得应该做的选择。演艺圈呢是内家圈，内家圈呢它是要讲一个整体性，讲究平衡。比如说，不练这个拳，77岁没人做，做不动的。我叫胡法进，15岁学当学徒，
干这个面干了61年了，就是。胡师傅做了61年的这碗面，皎白如银，纤细如丝，这就是江湖隐迹已久的银丝面。全身用的力，你脚上用劲，手上也要用劲，是吧？整体和身体连在一起。这面呢也是这样的，要把它揉上劲。做面，面放在案板上放水了以后，它的上来是散的，慢慢的和在一起，揉出劲来。揉出劲来呢，那么要把里面的毛孔要揉掉。很棒的，这个面呢要摔。摔了以后，这个毛孔才会摔出去。揉是滋润，摔是压空气。那么一共是8遍。现在呢，这个面呢，再滚一遍呢就切条了。银丝面呢，以前呢都是刀切的。面如银丝，根根分明，劲道爽滑，不易断。为了配得上这碗银丝面，还是要一道清鲜的面汤。都是本地三养老鸡，拿回来先用剪刀开片，开片之后把那个脊椎上面那些脏的血啊血块啊全部把它清洗掉，只留鸡身上的肉油，看出来干干净净的这种。开片后的老鸡还要过水除去血水、浮沫，洗净之后才能正式下锅。为了最大限度保留鸡的鲜味，吊汤时只需锅边的汤慢慢翻滚，这种手法就是敲边滚。改小火之后要吊6个小时，很浓，然后很鲜清爽，不会浑浊。吊出来那一碗汤下面你都看到碗底。日上正午，小镇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，各路慕名而来的食客让小店也热闹了起来。胡老师，你觉得这个面怎么样？胡老师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你。孙岩，新万新的现任掌门人，跟随胡师傅学拳，为了不让师傅银丝面的手艺失传，恢复了隐迹几十年的新万新银丝面馆。银丝面它本来就是一个江南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产物，它是以细，它是以面粉的那种的香味，而这种的细和鲜香在鸡汤的映衬之下，它会产生奇妙的一种化学反应。在吃这碗面的时候，它能够吃得到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洁的味道，面粉本身的香味。口感蛮好的，好吃。要有时间，我每天早上来的吃，特别是冬天，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吃在肚里很舒服的样子。我们学的是形意拳，这个意，它真正的意义是你排除了其他的私心杂念，就是专注一件事情。食客最终到你这儿来，就是想吃你一碗面，就这么简单。一碗面，一家店，一种态度。有人只是为了好吃，有人为了生活，也有的人只是为了寄托。我和你因面结缘，绿水青山，让我们江湖见面。